112年全国运动会由台南市政府承办，圣火传递来到基隆市，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迎接圣火，教育处长刘美兰及体育会郑锦州理事长的代表郑玉成常务理事陪同交接圣火，并由南荣国中体育班学生担任副火传递人员。这个2012年全国运动会在台南举办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慎重。那今天特别我们的圣火传递来到北部的一个历史的窗口基隆哦，那因为基隆跟台南市都是在17世纪大航海时代就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今天来到基隆特别有那种历史的这种亲切感哦。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传递除了是圣火的传递，我们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之火的一个传递，所以非常感谢谢市长及邱副市长特别选择了我们的要塞司令部来做一个传递的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那因为明年也是台南的400年，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一份的历史荣光结合各县市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把它串联在一起，让这一次的全国运动会更有历史文化的一个意涵。我们欢迎这个副市长来基隆，很感动，因为最早就告诉我说他们希望选一个历史古迹。那我们觉得基隆有很多历史古迹，最后选了要塞司令部。基隆在运动方面表现的一向都是不输人后。那我们去年是得到了3个金牌、1个银牌、3个铜牌。今年我们希望在台南的加持之下，可以有更好的佳绩。谢谢。今年的全国运动会赛事将于10月21号到26号举行，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也期盼基隆代表队再创佳绩，为基隆争取最高荣誉。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